主料：胡萝卜40克，黄瓜160克，肉丝60克，青椒丝20克，绿豆粉皮150克。辅料：油、味极鲜、蜜醋、芝麻酶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胡萝卜、黄瓜切丝、瘦肉切丝、青椒切丝。锅中放少许油，先炒香肉丝，加入青椒丝，加入胡萝卜丝翻炒，加入黄瓜丝，炒匀后加入切成条的绿豆粉皮，关火，加盐、味极鲜、蜜醋、芝麻油调匀即可。关注锅，烹饪技巧：加入粉皮后要轻轻翻动，以免弄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